高雄市运的主场馆将在520正式启用，精彩的屋顶高空烟火秀今晚试射，我们带您抢先看，连线给记者潘杰莹。杰莹，摄主播对观众，目前在高雄市运会主场馆的附近呢，已经挤满了民众，等着要看这精彩的一分钟烟火释放，赶紧带您感受一下现场璀璨耀眼又美丽的烟火。十色令人目眩神迷的美丽烟火，搭配柴可夫斯基的1812交响曲，气势磅礴。透过镜头，你可以看到烟火就像波浪般在市运主场馆顶光示范了，也紧紧抓住大家的目光。因为这是全台首见的环跑式烟火，高雄市府是特别邀请了101大楼跨年烟火的国际团队来设计哦。这次结合海洋意象，做出相当有高雄特色又有国际水准的大型烟火秀。今天一分钟的烟火试射就打出1000发的烟火，气势惊人，也相当于1秒钟内就有15次的烟火释放。透过长达20公里的布线呢，要让观众能够亲身感受这个低空烟火秀哦。再一次谢谢整个我们爱意团队、绝对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么在520市运主场馆的落成典礼上会正式释放，而届时在7月市运开闭幕典礼呢，还会更壮观，令人期待。以上是现场的情形，把镜头还给台北棚内。